手里握着流成河，梨花飘落，雨雪，这年有天一色，你不会死对吗？一斑驳泪无遮，千言万语字字不离不舍，转身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不知该找谁商量。大师兄才是爹的亲生儿子，这些年也一直由他去掌管山庄。其实山庄应该交给他才妥当，对吗？我吃你做的，你来尝尝我为你寻遍天下找到的。好，我做的烧饼是天下无双的，又香又酥，师兄好久没有尝到了吧？果然很香。来，哦，对了，过两天晋阳王就要登基了，你不回洛阳吗？国家动荡时需要我，我自会回去。如今天下太平，还回去做什么？这世界很酷。